第一课，爸爸的胡须。一，从课文中找出适当的词语，填写在空格上。一，爸爸把插头乜嘢了？所以电视机无法开启。二，那片花丛长得十分乜嘢？自强怎么也找不着掉了进去的皮球。三，姐姐，你有乜嘢？在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吗？二，下面那些是独体字，把它们圈出来。女、隐、月、中、骂、煎。三，在以下适当的位置加上心字部，使它们成为完整的字。四，以下是2年前的合照，我们一家现在的模样，跟当时都有点不同，运用越来越的句式，写出我们的变化。一，爸爸的脸庞乜嘢？二，姐姐的身形越来越乜嘢？三，妈妈的头发乜嘢？